妈，我下地去了。啊，大宁啊，嫂子，给吃饭吧。哎，小文，你咋来恁早？他问你吃饭吗？家里还饭嘞，上我这吃了去都。不，我吃过了。小文，你来恁早干啥事嘛？啊，大宁，我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月8000嘞。那些，这工资不低啊。就是个外地。啊，大宁，肯定给我拿2000块钱路费，我发工资第一个就还你，到时候给你涨利息。小文，我也准备点钱嘞，我再老了也干不动了，手头也有点紧了。婷婷，你也不下地，你还站着干啥？我这就去，你们闲聊，我先下地去了。婷婷，你家人都来客厅了，你咋还下地啊？自己家的人串门嘞。你看你这头油腻腻的，也不知道收拾收拾。地里的活不能耽误啊。你呀，就是不精。你没看你婆婆单门把你支走了吗？肯定有啥事瞒着你。我先下地去了，阿姨。嫂子。哎，小文，你咋来了？咱们和俺妈搁家里说说话。嫂子，俺大娘说你手里有点闲钱，行了，你给我拿点。真的啊，就俺大娘告诉我你搁这地方了，不信你打电话问问。问啥？来，我扫给你。谢谢嫂子，回头发工资就给你。好好干啊。好嘞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那么快就干完了？嗯，妈，你可是头痒痒。是嘞，这才洗的头。我也是，老是头一股头痒，只能扎起来。哎，这不是啥问题。妈，上次大嫂回来给我带的洗发水叫空洞小 K 瓶，我看网上好多明星都说好使，要不咱一起试试？乖，听说这个小 K 瓶里含有王牌控油成分夜油酰胺，能针对性的清洁头皮上的多余油脂，洗完以后会很清爽的。咱们走几下能见到摸呀？是啊，它还添加了护肤低成分烟酰胺，特别温和，不伤头皮，而且一点也不卡手。我的头发也是比较滋润啊。它还采用了护士离子蓬松技术，能让发丝之间相互排斥。以后像我这种油头啊，就不用天天洗头了，也能让这发根像现在这样蓬松直能起来了。那是方便多了。对呀，而且嘛，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变得蓬松很多了？看起来颅顶都高了一截呢。看起来脸蛋显小了一圈，也变也漂亮了。我进去给咱俩再多囤几瓶。好，老嫂子，向你借给俺家小伟钱的，见了不要还给是？你这不是害他吗？张海，我啥借他钱了？妈，刚刚在地里，小伟找我去了，说你让我给他拿个路费，我就转给他了。你不让他拿钱去打游戏吗？我拦都拦不住，你们还在这助纣为虐。你俺的啥心？可是故意看中俺的家产，看不了俺好啊。不是的，俺婶，他说他去打工没有车费。真话假话你都听不出来？你傻吗？他讲啥你都相信？你讲过吗？你自己的小孩你自己都叫油泡，还对这好孩子们还指指点点的，大家都看在亲戚面子上，互相帮助，哪像你说的那么恶毒。那我不是生气吗？生气该管的时候你不管，现在怪这怪那的，可有用？妈，吃饭去吧。好。
妈，吃饭了。好。给。妈，你给我干啥？我不要。给你就拿到，以后借钱要注意，借急不借穷，借好了是帮，借不好是愁。妈，我知道了，这是怨我，我还真以为他去打工。哎呦，疼疼疼，阿妈，疼！哎呦，疼，阿妈，疼疼。现在知道疼了。疼。过来，这个咋讲的？认错，现在都学会坑蒙拐骗了。俺大娘，嫂子，我今天骗了你，我说跟俺朋友打游戏去了。对不起，小魏，我还以为你真找到工作了呢，我还为你开心呢，你这……对不起，嫂子。钱呢？给你嫂子，就一百吗？打游戏都花完了。小魏，你都那大了，一天一万一两千，你看你爸妈都累成啥样了？你妈到哪都说她有一个好儿子。你不能这样伤他的心。对不起，阿妈，下次我改。婷婷，小薇借你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两千。婷婷，我转给你了。小薇，这两千块钱，出去找个班上，这大娘给你的启动资金。人不能一辈子干不成一件事。你说是不是？哎呦，老嫂子，拿着吧，等会儿好的干。谢谢大娘。行，你们吃饭吧，俺们也该回家了。阿石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，让他自己好好的回家想想。妈，你说这次小薇能不能变好呀？小薇这孩子心眼好，善良，没吃过苦，一直走到了路，只要能改，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是的，妈。我也觉得小伟行。傻孩子，你们吃饭吧。妈，你尝我炒的可好吃。我比较差点儿，但是那媳妇也怪好看的，我比不了。那我下次还整这发型，还用这洗发水。